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人 UP 主 Cisa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多人在线沙雕游戏《糖豆人》的一个决赛局的视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长尾巴，为什么我啊？什么鬼？哇，我跑啊！哇，哎呦，被抢了！别跑啊！哎呦！为什么尾巴在我身上啊？去！这家伙好会玩呀！还没拿一秒，还没坚持一秒就被抢了，我去！我不适合玩这个尾巴游戏。哎呦！呢？哎呀！哎，那个人在干嘛？在打酱油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这个家伙在打酱油，我去！哎呦哎呦，我只要死胡同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去，混乱了，太混乱了，我抓他干嘛？这个家伙好会玩哎，我知道是他。哇，好强啊！这家好强！这种回合站着不动，躺在地板就会消失。哇哇塞，还这样操作啊！哎呀，还是掉下去了。你们干嘛一定要走这个别人上啊？让我一个人走不就可以了吗？干嘛？你的头很硬吗？没路了。哎，他怎么卡在那里了？哎呦，哎，我也卡在这里了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是我网卡了。哎，什么鬼？我刚刚是懵的。